我是想谢谢你，还那么经常去照顾我爸妈。这也是应该的啊。也不是说离了婚，我就要跟爸妈变陌生人吗？可是你跟我却变成陌生人。这一年来，我想了很多，你曾经问过我，结婚十年对我来说算什么？我现在可以回答你，那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十年来，我曾有许多不喜欢的地方，但是我没有跟你沟通，是我不对。我也相信，这十年来，你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。就是你很自然的包容我，体谅我。是我自己，是我自己对青春还有不切实际的眷恋，蒙蔽我的感觉。我怎么能够？我怎么会说出我不爱你？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我怎么会这样伤害你？安贞，我没有请求你的原谅。可不可以让我补偿你？我愿意用我剩余的生命好好的爱你，爱萌萌。我真的失去过，所以我更懂得珍惜，是我的真心话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真的希望用我剩余的生命去换一天不是特别的一天，是平凡的一天。你在厨房做菜，我跟某某荡秋千，我一进门的时候听到你喊回来了，然后我闻到饭菜香，接着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着无聊的电视，然后你抱怨说最近菜价又涨了，哪一个邻居又搬走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上8个小时，
只要这么一天，只要这一天，我觉得就算我死掉了，我也想要回到这平凡的一天。真好，谢谢。谢什么？你才辛苦哎！要不是为了我们，你也不用这么累啊。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还嫌东嫌西啊？没有啦，爸妈是关心我啦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又不会了。破坏？我好好的，我们家也好好的，没有人来破坏。你可以把从前的温瑞凡赶走吗？我觉得我快不认识你。如果以前的我，我牌子都摔在地上。我到底哪里做错？你跟我讲好不好？我到底想了什么？我可不可以请求你一件事，跟我离婚，可以吗？九哥绝对不会抛弃你的。你有什么资格讲这句话啊？如果我们之间只剩下尊重、责任，那也许就不是爱。放开我！你们一样阴险，一样贱。你这样的改变有必要吗？我还是觉得以前的你比较好。有人在乎你的意见吗？还是我应该要在乎你的意见？别指望我了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，快乐或伤悲没什么分别，心碎到终点会你。可是瑞凡，我回不去了。